老板，您刚才提到哈桑，哈桑是谁呀？你们俩跟了我多少年了？我五年了。我七年了。也就是说，我做过什么，将要做什么，都可以信任你，对吗？是您把我从债主的刀下救了回来，并且还帮我还清了所有的债，我的命就是您的。您待我恩重如山，我的命也是您的。好，在公司其实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们俩，只不过我不想把你们牵扯进来，所以没有告诉你们。现在是时候让你们知道了，哈桑是麦格尼信息公司的老板，和我们磐石一直有业务来往，合作起来也还算很愉快。那今天为什么会？这次他想要我们从 DEC 弄来的密码箱，我怕牵扯太大，所以没有答应。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直接派人来抢。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既然动了手，就不会善罢甘休。我担心这一次他对我动了杀机，所以呢，我把这些年暗中收集的麦格尼信息公司的关系网名单全都存在了这个 U 盘里，一旦警方开始插手这件事情，我们就立刻逃到美国。当然哈桑还会派人来继续追杀，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个 U 盘或许能救我们一命。现在你们俩还愿意追随我吗？当然，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同样会给你们俩一人一笔丰厚的奖金。我们愿誓死追随。是，喂，是吗？明白，我马上来。无非有大动作，马上出发。是。守信用很好。箱子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人呢？你口口声声拿我当兄弟，这么点信任都没有吗？箱子拿过来。放了我的人，急什么？好不容易见个面，叙叙旧总可以吧？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当年是怎么厚颜无耻，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害我吃尽了苦头，像现在这样活着。无非，该说的、该解释的，我全都说过了，不想再说了。我只想要我的人。行。没问题，把巨量带出来。走。总教官，现在我可以带他走了吧？等等，
别的都不说，我先跟你谈谈背叛。就是这个人，他最了解什么叫做背叛。他是你的学生，对吧？土匪！教官，他说的对，我对不起你，对不起烈火神盾，我不值得你这样。熊阔海，你眼前的这个人，也就是你要救的人，他彻头彻尾的背叛了，就好像你当初背叛我一样。我最恨的就是背叛。吴飞，别折磨他，我们两个恩怨让我们俩来解决。来，冲我来。好，你给我跪下，你跪下我就放他走。教官，你不能给他跪下，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都是我的错，你不能因为我给这种人跪下。住手。好，我相信你。教官，这一天我等了十年，但我没想到你会为了一个叛徒做这样的事。你要的，我给你。走。教官，我错了，你不值得为我这样。愿意回烈火神盾，我们欢迎你。